总指挥，杨满春不见了。他是给红军报信去了。啊！现在派人去追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不，让他去。我就怕他不去。要不，把他电疯了，人都抓起来。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批军火就是从前山县中央军的军火库转移过来的。我们的先遣支队现在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，彻底销毁这批军火，这样就可以减轻敌人对我们主力部队的压力。这也是上级布置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。我倒是有个新的想法，你说说。我们主力部队在黔北集结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枪支弹药。如果 咱们截获了这批军火，那就是对主力部队最大的支持。这样一来，蒋介石都会头疼的。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这批军火抢过来。对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不好，这太难了。古爷贵非常狡猾，我悄悄地摸遍了整个赤水河镇，也不知道这批军火到底藏在哪儿了。哈，咱们要继续在赤水河一带侦查。好。 报告各位，铁杆跑了。这是谷家小姐的信。铁杆，我回到家，经过医生精心治疗，伤势已经痊愈。铁杆，经过这一番波折，我终于认识到，当红军是错误的。 他们宣传的一切，不过是梦想，是没有前途的。
我哥说了，你这个人也不是当红军的料，你舍得放弃那种逍遥自在的轻松的日子吗？只要你迷途知返，回到赤水河镇，我哥是不会追究你的，并答应为我们举行婚礼。铁杆，我好想你，你快回来吧。思华，看来古思华并不知道李铁杆姐姐的事，这样一来情况就更复杂了。政委，队长。 孙招娣也不见了。啊！不好！东西全被拿走了。李铁杆和孙招娣这么一走，情况就更加复杂了。等他们回来以后。 铁杆啊，你到底还是来了？我以为你很聪明，可惜呀，男女私情冲昏了你的头脑，连信上的笔迹也看不清楚，就跑进了我的包围圈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 贵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！我姐姐，一不是红军，二不是土匪，你却残忍的杀害了她。今天老子来，就是要跟你同归于尽的。铁杆兄弟，你话好好说，好吗？别冲动啊！说，我姐姐的尸首。 现在埋在什么地方？说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后山呢，一棵柏树下。吴玉贵，跟我走，血债要用你的血来偿。跟我走。 李铁杆，你想跟我玩是吗？那我就玩死你！鬼鬼，狗日的，老子就是做了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李铁杆，你自己来送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我念念为我效劳过，我就给你留个全尸，把李铁杆给我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是，走。走，铁杆。 哥，你趁人之危，你真卑鄙！
李铁杆去赤水河镇，只有两种结果，要么被捕，要么投敌。无论是哪种结果，古月桂都会马上行动，所以咱们的行动计划必须提前。现在战士们每个人还有几发子弹？吴满仔，到。你有多少子弹？我还有五颗子弹。陈有才，到。你呢？我只有两颗子弹。坐下吧。老赵啊，劫取敌人军火这么大的行动，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内应。要是李铁杆那边没有什么变数的话，这件事情就相对容易得多。既然是突击，那就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要打，就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好。哥，你到底要对李铁杆怎么样？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你说我应该对他怎么样？我把他从人堆里拔出来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让他出人头地，到头来他却与我为敌。你说我能怎么样？你来教我。哥，就不能把他叫回来，再让他给你卖命吗？那好吧，我再考虑考虑。你去跟他说说，好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四华，不要有一点的纰漏，不然的话，他就一点后路都没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回去告诉古月桂，想让回去跟着他干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你先出去。铁杆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出去以后再说。什么以后？别说以后，就是一天，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。还有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你以后不要来了。李铁杆，我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不能看着你去死。李铁杆，你是条好汉，你不应该这样死去。年纪轻轻的这样死去值吗？我死不死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别管了。但是我偏要管。如果你死在我们古家，这个家以后就不再是我的家了。李铁杆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我今天要你的命，是你一意孤行参加红军造成的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少跟我废话。鬼鬼，想杀想剐随便来，临死你还嘴硬，你算是个汉子，那就自己跳下去吧。退下去。死到临头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吴月桂，你记着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会比我死得还惨。慢！住手！哥，哥，你住手！你来干什么？哥，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现在什么年代，你还用这样残酷的刑罚？我这不叫狠毒。他李铁杆是我们国家的死敌，我今天不除他，他明天就会来除我，你知道吗？你，我不管，他是我喜欢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去死。喜欢的人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配吗？你要是嫁人，也会嫁给达官贵人，这是你的命。我的命，我的命由我自己决定，不由你来做主。放肆！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还轮不到你。慢！你。
四华，你干什么？哥，你一定要他死，我就跟他一起去。四华，你上去。我不上去。天哥，这辈子咱不能在一起，只有在阴间，咱们俩才相聚了。四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要是不出来，我真的成全你。好，你动手吧。门，鬼鬼。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慢，住手！宋守卫，这毕竟是你的亲妹子，咱们可不可以把她放了，当做诱饵啊？好，顾思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你不要再参加红军，不要再见到这个人，我就答应你放了他。 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放人！铁杆，我要你活下去，人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。你救了我，这份大恩大德，我会终生铭记的。 铁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如果他回来，好好跟他谈谈，要不然会出大事的。哎，铁杆，你回来了。政委，干什么去了？问你呢，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山下杀古月桂了，谁让你杀古月桂的？他杀了我姐，我当然要杀他了。你什么态度？你说我什么态度？无组织，无纪律。老赵，回去再说吧。 政委，他说要警惕，要警惕什么呀？喜才，迟到。哟，老大，嘿，喜才，迟到。老大，你可回来了啊？没事吧？铁杆，你可回来了，我有事要和你商量。到那边去说吧。啊。哎，你可回来了，大哥，担心死我了。走吧。坐。 咱们在这儿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，我想应该换个地方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政委，这件事我早想过了。你看，咱们到青龙寨怎么样？青龙寨。
你老看着我干嘛？这整天东躲西藏的，是过的什么日子？青龙寨这个地方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又是花豹子以前的老窝。虽然回归以前攻打过，不过我觉得还会有些吃的，没准还会有枪支弹药什么的。好吧，就去青龙寨。马喜才，哟，去找找看有没有吃的。来，同志们，来找吃的，走吧，慢点，咱们去找找。好，来，小心啊，小心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真是太好了，这山寨啊还能找着米，我们呀真是太有口福了。哎，你们看啊。哎，快看！哎，我在地窖里找到半截老腊肉，今儿晚上可以打牙祭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回有肉吃了。没有消炎药，伤口已经化脓了。没事，这点伤算什么？队长，都是我不好。嗨，快坐下，铁杆。啊，队长，你看以前我还误会你，整天跟你作对。真该死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呀，铁杆啊，我老赵呢，是对事不对人，咱们都是革命同志。换了你，你也会这么做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嗯，政委，以前我对队长有偏见，这次他舍命救我，我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报答。铁杆，你看你又说什么报答的话？赵队长就是希望你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。你看你这次。要不是擅自做主下山，也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都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一定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嗯，关键是要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，然后呢，要吸取教训，善于总结，是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嗯，好。总指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那个姓李的给我干掉没有？娘的，不知从哪儿钻出了一股红军，举枪就打，火力太猛，一下子死伤了好几个兄弟。我们跟着红军对着干，越打越激烈。我想把李铁杆打死，哎，他趁乱逃进密林了。总指挥，为了减少弟兄们的死伤，我只好收兵。没能完成你的任务，我请求处分。李铁杆啊，哼，你命真大呀！哎，那个杨满春好像还没有动静啊。那个混蛋投奔了红军，他能回来吗？把他的店给我端了，以后由我谷家接管。是。等等，把他的老婆给我抓了。哎，好嘞，我马上带人办。铁杆啊，其实参加革命、参加红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很多人走到一半就退回去了，能做到像思华那样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真心的希望你能革命到底。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
我相信我们铁杆一定会铁着心跟共产党走，做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。这位，有件事儿我该向你道歉。哦，这事儿咱们别提了。铁杆啊，招娣一直没找着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我还真有点担心他。哎，政委，没事，他不会有问题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他是花豹子呀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他一定不会有问题的，他不是一般人。希望他没事吧。是来抓我的？哼，走吧。嗯，这共党婆娘倒挺识趣。怎么，这就想走？大爷，我不想走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今儿。让你生不如死。这个臭婆娘。长官，怎么办？你们几个听好了，就说他顽抗，不听命令，自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拖出去埋了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政委，队长，铁杆啊，我今天抓了只兔子，熬了碗汤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铁杆。啊，喝了之后啊，伤口会好的快一些。好，啊，那行，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出去了。哎哎。李铁杆最近转变得很快啊。嗯。真希望以后能经受得住更大的考验。我想他会的。哎，对了，欧阳，我最近呢一直在想，怎么能够把敌人的军火库拿下来呢？这件事刻不容缓。嗯。可是我们的力量太小了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具体有什么好办法，我还没想到，但是我知道，只能智取。嗯，等你伤好点了，我们再商量吧。我想起件事儿来。什么事啊？李铁杆下山的时候，把山洞里的财宝都带走了。回来之后，这件事，他就只字不提。是啊，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，李铁杆这么做的确不对。但是他能够主动地回到咱们革命队伍中来，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。嗯，如果能够动员他把这批财宝拿出来，对咱们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我找时间跟他谈谈吧。也好。我的妈呀，你吓死我了。少废话，进去。走啊。二太太，快吃点吧，饿着了吧？来，吃点啊！哎，真是造孽。二姨太，我问你，你们谷家大院
什么地方可以藏下大批军火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要帮你报仇。古月桂这么可恨，你不能再替他隐瞒什么了。你要是告诉了我，到时候红军打败古月桂，你可就立大功了。三招弟，你说话能算数？我现在是红军了，说话当然是算数的。我现在随时准备杀敌立功。那你能不能顺便把那个老东西也弄死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件事不用你说，我也会亲手送他归西的。铁杆儿，哎，政委，怎么一上午没见你啊？啊，我上山上捡野菜去了。有件事想问问你。你说。你们从彭大头手上缴获的那批财宝呢？有一箱已经上缴了，还有一箱，你是不是藏在山洞里边了？政委，你都知道了。我那时候没有上交，我是想着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哥几个还有个退路。政委，你处分我吧。那倒不用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嘛。你看，咱们上次从扁担山撤得太急，那箱东西也扔在那儿了，这下子便宜了古玉贵那小子。不对吧，铁杆？上次你私自下山的时候，那箱财宝已经不见了。什么？真的？铁杆，那箱财宝不是你拿的吧？政委，我绝对没拿。那是谁拿了呢？是啊，这件事儿只有我、马喜才、石头。政委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政委，政委，我们在一间房子的地下室发现了五六支枪，还有一箱子弹，还有十几箱炸弹呢。我想这是土匪藏起来的吧？太好了，小江，你们立功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好。马喜才，石头呢？是石头，那儿呢？石头，过来！石头，石头，啊，给我过来！哎，铁杆哥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！你们两个，给我老实说，咱们藏在扁担山的财宝，你们两个谁拿了？我没拿。不是，老大，这不是我拿的，我对天发誓，要是我拿到天打五雷轰啊！这我也天打五雷轰。真的不是你两个拿的？不是，不是。老大，我们你还不相信呢？怎么了？财宝没了？财宝没了？老大，会不会是花豹子拿的？不可能。这件事就我们三个知道。他怎么会拿？好啊，老子一定要查出来，不能让老子背黑锅。石大方，石大方，哎，小江，什么事儿？
帮我开点火，我一会儿给赵队长送饭去。哦，行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吃野菜的事儿，千万别告诉他啊。哎，哎，哎，这儿还有米呢。哎呀，赵队长受伤了，这米是留给他的。当官的就是不同啊。马喜才，你说什么呢？得得得，我又错了，我肚子不争气。赵队长，啊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啊，好多了。啊，起来吃饭吧。来。啊。快吃吧。同志们都吃了吗？大家都吃了。哦。小佳，哪来这么多米啊？这是欧阳政委在地窖里找到的，还有一些盐呢。哎呀，这青龙寨可真是帮我们度过了难关呐。也不知道花豹子跑到哪儿去了。又吃野菜，再吃我们都变大牲口了。马喜才，你多盛点。都吃这个就你啰嗦啊。我吃饭去吧。啊。既然来了，就现身吧。听说你死了，死人怎么还会念经啊？招娣啊，你是来给我烧香的？难得你还惦记着我。我古荣轩就是做鬼也风流。你少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的，我今天就让你下十八层地狱。赵弟啊，你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也是活够了。被我害死的那冤魂每天晚上都缠着我，现在活着的人也都希望我死，就连我亲生儿子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，我真是生不如死啊！古荣轩呀，古荣轩，你也有今天，你的威风哪儿去了？你还整天求神拜佛的，可惜你恶贯满盈啊！我每天求神拜佛，也是超度那些被我害死的亡灵。可我死后也不想下十八层地狱呀。活着的时候把坏事都做尽了，死了还想上天堂？做你的黄粱美梦吧。我是做梦。赵丽呀，我看你是今天一定要有个了结了，要不只求你一件事，给我个痛快，千万别折腾我这把老骨头，给我个痛快啊，给我个痛快。吴老爷，
什么事这么闹啊？报告团总，是老太爷，他说有人要刺杀他。他一把年纪了，连只蚂蚁都踩不死，谁会刺杀他呢？我看八成是有人在侦查我的军火，命令下去，严加看守。是。树欲静，而风不止啊！同志们，咱们现在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目前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搞到粮食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！对呀，我们这几天被困在山寨里，不了解外面的敌情，再加上没多少子弹，我一直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啊，幸好小江他们找到了一箱子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行动了。咱们当前虽然把部队首长安全转移了，但是跟上级一直还未联系上。从各方面情况来看，我们的主力部队一定还在遵义附近。咱们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的军火搞过来，不管我们付出多大的牺牲，一定要全力支持转战中的主力部队。石头这小子进步比我快，政委，我还不如石头呢，我也要进步。铁杆，你是不错啊，勇敢睿智。就是，但是有时候你有些散漫，要是能改掉这些，我介绍你入党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那我一定不辜负政委的希望，尽早成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好，你要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用到实际的革命斗争当中去。我可是早就看好你这个将才了。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在红军队伍里啊，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嗯，别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要为自己，为我争口气，让大伙见识见识，我欧阳的确是慧眼识忠。哦，对了，政委，我想到了一个咱们打古玫瑰军火库的主意。哦，是吗？说来听听。在一个向前的路。